原标题：福特级航空母舰将要成为未来美军主力，战斗力达到普通航母两倍。资料图：航母作为海面上的超级武器，进入新世纪以后，中国先后建造了两艘航空母舰，消息已经公开，收到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关注。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，在进入21世纪时，也提出了一种划时代的航空母舰。要知道，在这之前，就航母技术而言，美国无疑是世界第一。而在这基础上，又提出了一种划时代的航空母舰，可想而知，这款航母有多恐怖。而这款航母被命名为福特级，这艘航母是划时代的造物，运用了当前最为先进的航母技术，在动力推动系统方面进行了革新，运用了大量的自动化、智能化技术，将操作的技术人员减少了一半。其在飞机起降上使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电磁弹射技术。资料图：在这之前，美国的航母上都是使用了蒸汽弹射技术，而中国受于技术能力，还在使用滑跃式甲板。虽然滑跃式甲板和弹射各有优势，但滑跃式甲板有着一个很大的缺陷，那就是会大面积减少甲板上的可用面积。这对于航母这种主要战力在于其所搭载的战斗机的军舰来说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而且这些最先进的技术还能配合未来的先进战机的需要，美军还对航母上的运输系统进行了大量的优化，能够更加快速地进行物资、能源、弹药的调配，大幅度提高了战时反应速度。资料图：航母最让人称道的就是其所搭载的战机数量，而美国的航母在这方面尤其突出，而福特级航母更是在体型和甲板上大了一圈，其所承载的战斗机数量高达近80架。而且不只是简单的加大，还将飞行甲板进行了优化，提高了战机起飞效率，从而大大加强了起火力。其对于舰岛也进行了缩小，间接的增大了甲板面积，还对火控雷达进行了升级。航母的结构进行了弹性设计，可以在战时根据不同的需要对航母的结构进行调整，以更好的配合作战。综合来说，其战斗力达到了普通航母的两倍以上。该级航母已经有一艘进行服役，未来将陆续建造多艘，以替代现有的航母。